次顺利拿下了首领的位置，今天就来到处看一看，去各个营伙看有没有人需要新首领的帮忙，巡视一下自己的领地，偷偷摸摸的巡视。首领也当得太窝囊了吧，我没办法，机师太强了，打都浪费资源，觉得应该可以绕得过去，悄悄的从旁边，不要被抓到。哇，现在天气变热，上来玩一下地平线 PS4 就要起飞了，声音超大的。能动房子耶，有什么公园，公园周报，2045年7月9日至15日，紫马鹿已经开始出生，繁殖期的母马鹿可能会具有攻击性，勿接近距离马鹿25码的范围内。什么马路？有这种路吗？什么是马路？用火安全，鉴于最近天气湿凉，野火风险程度由中降为低级，引火使用无限制。机器人活动，本人又接获七起投诉，抱怨烟仔、海斯蒂亚等级消防机器人对园区内露营客行为不当，烟仔原本设计应可针对不同天气状况而表现不同行为，但它却熄灭了数处于指定萤火圈内的萤火，并同时播放严重级野火风险的警告讯息。bug， 出 bug。当园区关闭时，烟仔并未回到机器人储藏室。巡查人员在北入口附近发现他正朝指定温泉游泳池投掷冰块，他抗拒所有试图遏止他行动的措施，并向巡查人员展现攻击倾向，后来遭到人间利用猎枪制服，周一要法罗济公前来评估烟仔。米尔顿达利园区巡查人员不晓得能不能看到烟仔的痕迹，结果也是法罗机器人，千错万错，果然都是法罗的错。Need them soon enough. 这里面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看到所谓的烟仔。还有机器，算是山坡地吧。那这里有一条非常小小的路，不知道是通去哪里。这好像是整个营地哎，我刚刚以为只有一点点，这应该还会有其他的相关讯息吧。有一个紫色的，找到动物了，动物塑像，这可以拿去上次我们发现那个我们发现的那个叫什么游客中心，可以拿去游客中心放。这个不停，我的来帮忙，这样都是牛，哎呦，你不帮
忙哎。好像也死掉了，不然就是被我的冰冰到，所以以为他自己被背叛，就生气了。Never know when I might need these. 所以我刚刚在园区探索嘞，现在园区在哪里了？可恶，差一点忘记。藏东西的地方，有一点小意外。炙火兽。Save these for the trail.要小心，两只，我没有要打，我先换一下道具。怎么我的弓头不见了？这个是有毛球的，应该是这个没有错吧？暗影猎人弓没有错。这边好像沿路都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人，小心炙火兽。还手魔幻，应该是不会走过来啦。不影响，我去看查这边到底有什么。
打算沿着这条路往上爬爬看。晚上比较麻烦，看不到药草到底是什么。这里好像是某种河谷，但是结冰了。我感觉是这样。都可以爬上去。地板都冒出一些冰。没有办法再向上啊，就是到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河谷，再来就是右边这个右上方这个机塔，在很偏僻的一个山谷里面，现在飞到附近的萤火。没有办法直接过去，要绕那边，然后有桥，乖乖绕吧，不要摔死。这怎么居然会有巴努克指引的蓝光啊？这个是上一次我们那个救两个猎人的那个地方嘛。嗯 ，useful。然后有一个假装他自己摔死了，另外一个安全回到里丁地去了。都没有看到的话，可以等记录影片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等于是从后面绕到机塔。哦，不是哦，我这样就上山了哦，这样不对，所以我应该跨越这座桥，然后沿着山路过去。在河的对岸，他们应该不会冲过来吧？对的，机械都是很凶猛的，不怕他们三分。哦，有机器哦！等等，熟视者眼力也太好了吧！我要上去的话是免不了一战。不要掉下去！不要掉下
我摔下来一个山壁。上面好多哎，现在要怎么办？觉得 YZ 想办法沿山壁找地方再重新爬上去，比较缓的地方应该有机会。亚罗伊的攀爬能力还不错。这里呢？哦，跳上来，跳上来！意外的找到一个东西，棕色水晶。什么是棕色？我只有听过棕色。我好像还没有上到刚刚所在的那个最上面。好在这个山的另外一面。哦，双爪兽，我魔王的双爪兽。很恐怖欸。太阴火了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谢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